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今天呢，我讲话会比较小声一点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挑战，就是挑战一个人的创业场。坦白说，现在虽然还没有开始，可是我的心情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了。可是算是一个不祥的一个举动吧，真的要做好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准备，因为你会承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，这是真的。无论是你胆大还是胆小都好，一个人的捉迷藏叫做一人かくれんぼ，是一个在流传日本的一个都会传说。11:44，那个举动完全就是保密的，因为父母亲还是总是会担心的嘛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秘密的进行好了。现在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准备东西，因为我要趁我爸爸还在之前赶快。那其实明说它就是一个降临的仪式，如果不要那么轻易去尝试，这样后果就要自负。每一个步骤都要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一个明确，不要任何的差错。那么这个一个人的捉迷藏呢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羊妈妈。羊妈妈只要有手有脚的都可以。那这个羊娃娃呢，破解。妈呀！把的棉花全部取出来，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放米在那一个碗口里面。指甲刚剪面指甲是没有头发，红线还剪的把刚才们剖开的地方缝上，很麻烦，然后尽量不把它做完就好，没有缝那么多。多余的线呢，就不要剪掉，把它绕在这个羊娃娃的身上。象征他的血管，米呢就是他的内脏，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他的血管。那么我们的筹备就到此结束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仪式将会在这个午夜的3点进行，从3点到4点这个期间，我们待会见。现在是2:12，距离3点呢还有一段的时间，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，有几样事情呢，就是要提醒一下。开始这个游戏呢，一旦开始呢，就是不可以离开室内的哦。那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，就是电话那些最好是不要关嘛。现在想起来有一点毛毛的嘞。预期是到4点我就会结束这个游戏的。保护自己的东西呢，就是要有一杯的盐水，而且必须要放在我们所谓的避难所。避难所就是这里。
的避难所在这里，那个厕所的地方来到这里呢，其实有要有经过两个神坛的，其实有两个神坛在那一边，可是还是不太对劲的，总觉得。还有就是我们必须准备一个利器哈，刀子，因为在过程中会有用到的，就是注意安全呐、啊，注意安全。记得不要锁门哦，记得不要锁门，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。锁门就是封了自己的路吧，应该可以这样子讲。2:59吧，我就会开始跟大家实况，就是现场的这个气氛。那么我们等一下子见吧。现在已经是。他的头比较大，所以我叫他大头好了。很紧张，现在一分一秒这样子。刚才外面的狗不知道看到什么一直飞，已经59分了，已经59分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到厕所去吧。
记得就是，记得就是。